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可以讲一下这个 MySQL 的这个修补漏洞。这边。漏洞修补分为两种类型，哪两种类型呢？两大类是什么？硬特型和什么呀？字符串。啊，对，字符串。这个呢，是用来修补字符串的。字符串修补硬特类型的话，直接转移成硬特类型。看到？比如说，这个是我改成 int 类型了。我把这个转义，它提交出去，我进行一个转义，怎么转义呢？看了，修改大引号，你看转移了吗？那还能住吗？报错了，但还能住吗？能啊。等等，这个是删除的，改错了，这个还能转移，还能住吗？能住吗？我给你看一下，这个是干嘛的？给你看一下。我录视频了吗？录。对吧？那如果这样呢？你想查询这个大引号可以这样写吗？可以这样写吗？如果我想查询，比如说，如果这个 username 的值对吧？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是这值是这样的话，你怎么去查？它只是这样的。啊，值对，只是这样的 ，A 的名大引号，也是心动。你怎么去查？你是这样子吗？那就没办法查了。你是这样子查吗？转义呗。对，你要告诉程序，说这个大引号是普通大引号，不是特殊大引号。如果是特殊大引号呢？程序就是这么走的，大引号你走，大引号哎走完了。然后，他认为后面这一段就是一个什么，这个一个另一个 SQL 语句。不行对吧？这个所以说要加转义对吧？没有毛病吧？那你说这个还能注入吗？这个。应该还是能的。能。对。OK。你试一下。一等于二。有数据吗？不错了。它带入的值就是这样的。它带入的值就是这样子。你看。但它没输出。你看，可以吗？那你说这个注入可以吗？
那不行啊。那这就是一个修补射口之路。啊。就你要把那个单引号、双引号给转译了，它就闭合不了了。这个字母串珠首先需要那个闭合，对吧？嗯。闭合。OK， 懂吗？嗯。字母串珠首先你要闭合它，然后才可以注，才可以往上。什么叫注入？注入这个词你了解吧？就往里面加东西，但你闭合不给的话，怎么加啊？嗯。理解？理解。真的？嗯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那 int 型呢？ int 型注注入呢？比如说，这个就是 int 型注入，对吧？嗯。你看，就是没有单引号的。你看，没有单引号，对吧？对啊。那你怎么注？然后单引号？你看，报错。嗯。那就不得了。那可不可以住啊？嗯。可不可以住啊？可以住吗？这样还是可以的，没毛病啊。可以住吗？可以啊。OK。那么 ，int 那些怎么转呢？直接转 int， 直接接收数据。转成 int 类型对吧？嗯。那转那个 int 类型，我说一下这个。多了 a 等于一，然后字母串的一，然后我输出多了 a 加零。加不了。等等，挖到我给你看。到了。多了 a， 然后呢？转移 int 类型很多种方法啊，我就说我比较喜欢用的，直接一个 int 括号位，字母上的。嗯。这样呢？怎么比？会输出什么？这个、啊。就我写的文章，你们去看一下。嗯。对，会输出什么？这里。那 int 一。没毛病，能理解吗？嗯。哎，等等，还有，等等，加零之后，比如说这样呢？对啊。嗯。int 型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只获取这个，就是把这个值跟零加的话，它只取这一个。嗯。那这样呢？它取了第二个的时候，发现不是数字，然后就不要了，然后就不会走。所以说多少？那也是一啊。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那转移怎么转呢？就是说，这里加个零，然后呢，你会发现，你看，啊，没毛病吧？嗯。然后三，这个是多少？变成什么？哎，三啊，底面三。没有毛病吧？没毛病。OK， 那么怎么去判断它是否存在注入呢？嗯，
看有没有闭合。它是，比如说，我下节我讲一下怎么帮助这个季节，先